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बंसी सिद्धा मुनि फो नमो बंसी सिद्धा मुनि 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三星期的共修会，在旧金山法华寺，我们这个网络共修讲的讲题是。修四念住度生死，那是一个很大的讲题啊。不过我们只是大略的一个讲它的重点。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单元，这个主题叫天人四轮。那第一讲会介绍天人四轮的原始的出处，就是经典。然后还有呢，配合真支部第四集31间轮经《夹科书的，它出自呢真支部第四集的第31经。那这是经典。我们知道巴利佛教除了这部经，它有它的阿特嘎特啊，就它阿特卡特它的注释书，我们也把它翻出来。还有他的书钞，我也把它翻出来。然后天人四轮还可以对照巴利圣典中其他经典呢，像小部小颂里面的《曼迦拉苏的吉祥经》，吉祥经里面有一个偈颂，也是提到天人四轮的内容，它也有注释。那我们也一并的跟大家介绍。这是第一个 level 层次要介绍的。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印度佛教有很多个部派。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精通论别，经这个内容啊，是很多部派共有的，就是天人四轮是经是佛说的，所以佛教分化成很多部派以后，他们都有这部经。可是。不同部派的论师、注释师，他们在注解上的手法会略略有所不同。当然，如果我们对照各自的注释，他们大有不同的也有，甚至有一些是经别论别，就是不是精通论别，不是经是通，大家都共有，而论师各有差别。像须须摩经、苏西玛苏的，在相应部中对照杂含。经本身就有别了，这个论的差别就更大。天人四轮，我们在汉传佛教中很常听到的这个名词就是诚实论，所以我这边也会引用诚实论来给大家看看诚实论和利跋摩论师他怎么注解天人四轮，还有翻译诚实论的 Kumara Jiva 鸠摩罗什。他又怎么解读？我们知道《大乘一章》里面有留下了一些解读名相的东西，然后那个年代留下了，他们又怎么解读天人四轮？我们知道愿消三障诸烦恼，那跟烦恼障、跟意所障还有业障有关系的，那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的讲解。最后一个层面的讲解呢，也是非常精辟的。那目前在汉译中有名的佛性论，传说为天亲论师所造。不过近代学者发现比较保留这个看法，也就是说这部论啊，它是瑜伽派汇入如来藏，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思想是如来藏体系的，就是属于这种达特嘎特嘎巴。就如来藏体系的解说，是一称究竟，
不是唯识瑜伽行派的三乘究竟。但是他这部论里面有一个非常好、很精辟，他注解天人四轮的资料有很多独到的地方，而且我跟他对照巴利的注释跟疏钞，居然发现他们有很多共通点，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认识的。所以天人四轮这个讲题一开展起来，我在这边分为三个层次来讲解。今天我们是讲解第一个层次，就是依经，看经怎么解说。朱比丘，这些四轮，这个四轮呢，我们联想到什么呀？四轮驱动的车子 SUV 呀，4-wheel drive 啊，这四个轮，我们后面会解说什么是轮。chakra 巴利文是 chakra，就这个。Chakani 就是复数，诸轮很多轮，Chatari 就四个轮，Chataro Chatari 啊，Chataro 四念住，像四念住，Chataro Sati Patana 四念住，那这里是 Chatari Chataro Chakani Chaka 是如果单数的话就是 Chaka 看到吗？Chaka，然后 Chaka 就轮。无论我们说的法轮啊，什么轮，这个轮就是法轮的轮，也是这个轮，Dhamma Chakra。好，他说这个四个轮是哪四个呢？后面会讲解的。具备这四个轮的天跟人呐、啊、，Deva Manusana，Deva Manusana 就是天呐、啊、，Deva 就是天，Manusana 啊就是人，Manusa。是人，跟马来西亚印尼语一样。Deva 是天，Manusa 是 mana，manas 是意，牲口意的意。mana 加上 usha，usha 是争胜的，很强的啊，usha，所以变成 manusa。这是佛教的解说，在斯吠陀年代印度哲学中。更老一点的解说是，Manusa 是因为他们一个大家都属于摩奴的后代，所以叫做 Manu 的后代，叫做 Manusa。这是印度人，不一定是佛教的解说。佛教的解说是指意识真圣的，所以叫做人。所以天人具足的 Samana Gata 是具有的、具足的。具备的天人呐、啊，就是具备了什么？具备这四个轮的天人，具备这四个轮的天人。当这个轮子啊转动了，四个轮加杜恰克呢，瓦塔蒂转起。当这个轮子在转起的时候啊，升起、转起，那。具备四轮的天人呢，他们不久，natira，他们不久怎么样呢？就不久就是指很短的时间后啊，他们就会获得啊，在什么地方获得呢？在财富上，bhoga，bhogeshu 是在财富的地方，这个 bhoga 可以说是受用，所以他们获得什么呢？Mahanda 是巨大的，Vibhulata 就是呢广大的，Mahanda 就是大的状态，然后 Vibhulata 就是广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财富会变成巨大的、广大的状态。这个财富啊，这个 Bhoga 可以分成受用财富或者。工资啊，这些俸禄啊，这些。那从这边前面呢，这部经很短呐、啊，但延伸的义理很广。是哪四个轮呢？佛陀说，住何事处？依止善事，自利政治，或者自己自政自愿，也可以这样翻。素以作福。
我们来解说一下，这四个轮呢、啊，就是这四个。巴提鲁巴就是适合的、适当的、适宜的、安适的、合适的。巴提鲁巴啊，就合适的、适当的。Desa 就是地点、场所。Vasa 就是居住，适合点的居住者啊，如果要直译，适当点的居住者，这样是很直白的翻译。那我们华人的思考可能翻译成住合适处啊，这样可能比较好懂。那你要直译呢，按照巴利文的直译就是适合点的居住者，适合地点的居住者。萨普里斯瓦萨约，萨普里斯就是善知识、善人、善事。萨普里斯，好人呢、啊，在这里要翻善人呢、啊。瓦萨约就是医治他，医治而学，医治而住。阿特是自己啊。Summer 就是正，自正自愿。就是呢 Paniti，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样。 Utter 就是自己， Summer 就是正的、正确的， Paniti 就是自愿啊。也有人翻成像四弘誓愿的那个誓愿、啊、发誓那个誓愿。不过根据注释书看、啊、比较倾向是一种自愿和自相。不拍在以前，在过去。卡特就是已经做什么？普尼亚特做服刑、服业、服刑，就受以作福，也可以翻习以作福。往习受就是过去已经作福，不是现在作福。这四个呢？就是佛陀所称赞的四轮。朱比丘，这些四轮具备的天人，四轮转起的时候呢，具备的天人不久啊，或者很短的时间后，就会获得于广大的财富和受用。他后面就有个寄送：巴提鲁佩瓦塞德塞阿里亚米特卡罗西亚。这里瓦塞说要翻译成应居住、应住、应该住，它是应该住。应该住什么呢？适当的地方应该住，就应该住在适合的点，应该住在适当的点叫做处。阿里亚圣者、米塔朋友，应该什么呢？卡罗西亚要跟圣人、啊、做朋友。以圣人为友，以圣者为友。Sampanniti 就是正自愿， Sampanno 就具足，是具足正愿者。Bupepunyagato naro 就是呢，在过去呢的福已经做了，已经做福的人，过去已做福的人，或者过去的福已经做的人，这是。过去已经有做福了，这个福啊，这以前已经做了。这样的话，这些人啊，具备这四轮啊，古财名称誉及他转来乐，就是古物啊、财物啊、名声啊、称誉啊。就是说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得到很多财富。古的话呢，跟财、古物、财物就是我们的支具啊。是偏在色上的、物质上的啊、你有古啊就不愁，有钱财、有财物。名声跟称誉是偏向心理上被人家称誉、称叹，名声很好，被人家赞叹。积他转来乐，这个转来乐这个字啊，就是指啊，他转起了，带来了快乐。他很短，这部经。那注释开展起来就很广。好，我们看大家看到这个，就如果读过吉祥经，
居住安世处，悉所作福也。以自利政治，此事胜吉祥。这个就吉祥经第四个偈颂。巴蒂卢巴德瑟瓦索恰，不佩恰嘎坦布尼亚达，阿特萨玛帕尼蒂恰，埃达曼嘎拉木达曼。就是居住安世处，悉所作福也，及自利政治，此事胜吉祥。它也有一样的经典的内容。这所以吉祥经的第四个偈颂啊，对应真知部啊，第四集三十一经可以对得上的，那文字都差不多，差不远。好，我们先看真知部的注释。四轮转起，这些关键字的注释就指这个，四轮转起就指这个。具备四轮的天人，当他这个四轮转起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四种成就轮。特别要注意，在注释里面呢，他只是很简短的说这个轮叫做成就轮。如果你不配合苏超，你就没办法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后面要把苏超也翻译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轮啊，它是分有五种的轮，成就轮啊是五种中的其中一种。他说这里讲啊，四种的轮啊，这成就轮的转起也是这个 Gatiyandi 是 Gat， 就是已经啊群聚在一起。这里就说四个轮啊是成就，四个轮成四种成就轮的转起叫四轮转起。住何事处，凡有四众被看见。这个四众啊，就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就在家男众在家女众，然后比丘比丘尼，这个叫做加达索帕里萨，四众弟子被看见。三地三体就是被看见或者存在或者出现，四众弟子。说你住的地方啊，要有四众弟子在，如此为居住在适当的地方。对照于吉祥经住来看，真知部住就不免简略多了，他只写一些重点出来。待会我们对照吉祥经注就会发现它很简练，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对照吉祥经，就是因为吉祥经比较详细说，这个比较简练说。你看居住安世处啊，在这边来看，你看居住安世处的处，它就讲解很多了。你看住在何事处，安世处就是适当的地方。这个处所场所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村庄，包括这些市级级镇，也是城市，也是国土，任何一个适合友情居住的空间叫做处。然后你看后面还有在注解啊，居住安世处，这个对照真知部就看，这里也提到，看到吗？四众弟子，看到吗？一样的，叫达说。帕里萨一样哈，是指啊居住安世处呢，是在什么呢？四众弟子活动的场所。因为那个活动的场所是可以做行布施等做福业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有四众弟子，所以也看得出他不会说只有出家众，叫做安世处。如果你说居住安世处，一定是指啊，要住在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啊五种出家众的地方，叫做居住安世处的话呢，那你就是出家人，已经住到出家人的僧团里面去了。这里很明显呢，你住四众弟子的地方，四众弟子的地方就是有以比丘、比丘尼作为代表出家众的男众、女众。优婆塞优婆夷代表了在家中的男众女众，那这种地方呢，他们有四众弟子活动的场所，
然后是可以行布施等作福的地方，看到吗？一个是可以行布施等，看到吗？ Dana Dini Dana Dini 就是指啊布施等，因为呢福行可以包括布施 Dana Sila Pavana， 它广泛呢是可以包括三福行，布施、持戒还有休息，就是禅修休息，这三福行啊就是作福的地方。除了之外呢，你看四众弟子的场所除了可以作福，也是有大师九分教啊，利巴地就光耀照耀，光明照耀之处啊，就是佛陀的九分教。九分教啊，就是经印诵解说讽诵感性于如是于本身未曾有，然后有名，那这些我就不再细说，就是我们说三藏十二部的九部，后来才有十二分教，早期是九分教的。根据研究，九分教啊是比较早期的，那应该啊完成的时代啊大概是在中阿含到长阿含集起之后，所以在真支部集起之前呢，当时有九分教来称一切佛说，这样理解吧。十二分教呢，通常它完成会在部派的第一个阶段跟到第二个阶段分化期之后啊，就是九分教成立之后才有十二分教。所以你看在巴利佛教啊，通常他们没有提到十二分教，为什么呢？因为巴利佛教它在阿育王时期它就已经离开印度大陆就往南方传，所以巴利佛教提供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结集的前端让我们看见。不过在汉传之中，你在更多的部派的资料中又提供了一个后续。我们要知道佛教从阿育王的推广，从三起的地方然后传到斯里兰卡之后，印度佛教还在蓬勃发展的，它并不是去了南传去到斯里兰卡印度大陆佛教就灭亡啊，不是的，它继续发展，而且还发展呢，前后啊发展呢还有将近1400-1500年呢，而且部派非常的大，相对一个斯里兰卡的岛来说，印度大陆更多姿多彩。所以学习印度本土大陆的佛教跟小岛型的佛教，有人就曾经这样形容说，在大国里面呢，大陆国的人呢，跟海岛国的人呢，就有一点不同。海岛呢，通常会比较封闭闭塞。我就看过有人就写一些文章说，在岛国的人呢，他的文化就是岛国，那小岛国里面呢，互相的竞争，这种现象呢，都比较明显的。一小岛嘛，如果说做生意来看，市场就是那么小了，对不对？但在大陆的话呢，大陆的印度大陆的佛教啊，它是多样化的。我前一天在看到有人这么说，他说印度有18个部派，南传这个部派呢，去了斯里兰卡这个部派是最纯正的，其他17个在印度呢是不纯正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该说它天真好还是幼稚好啊，这个太过井蛙之见了，而且印度佛教史大概看的不多吧啊，宗派信仰常常把宗派之见当如实之见来看待，常常觉得自己是如实之见，但是很可能我们看到他现在他不像如实之见，他更多的是宗派之见，而且有意无意就影射别人是假的佛教，这个说法太武断了，所以我说他不知道是天真还是幼稚啊。每一个部派其实都有他们的特色的，所以这些话留在自己的宗派里面谈一谈就好，你把它写出来你会被人家轰炸，人家说你拿出证据来说其他部派通通是不正的，只有这个最正的。其实好东西留在印度啊，你敢留在印度挑战，那个挑战性更大。
举一个例子吧，你说这个好的文学家、好的艺术家，很多留在本土里面呢、啊，这竞争性更大。去到别的国度里面，才有机会往上攀爬，对不对？所以你从很多角度来都可以看得到一些问题。文化的遗址就不能够这样来看待了，不能说南传不好，也不能说印度大陆就不纯，客观一点比较好，不要把宗派之间当儒释之间呐、啊。所以九分教啊，在巴利佛教一般是谈九分教比较明显。好，九分教呢，就是代表佛陀的教法。这些九分教的内容，主要就是佛陀入灭后，弟子们把佛陀教所的体裁作为归类，有一些归为经，有一些归为寄送等等。九分教呢，用现代人听得懂的话，就是这个编辑委员会把他佛陀一生的言教分为九种体裁来分类，这样讲可能比较好懂。佛陀开示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嗯，你们坐好，我现在讲九分教，第一种叫做经，讲完之后我现在讲个应诵啊，有时候我也讲个本生，这些都是后人的归类，只是说它是早期的归类。所以这种归类呢，在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之后，经典被归类了、编排好了，然后这种题材在部派的第一、第二次分化以后，所以十二分教不是每个部派共认的，不一定共认啊。九分教倒是还比较早期一点哈，大家还会提到，到十二分教就不一定了。所以居住安时处是要住在呀、啊，可以修福业，又可以增长我们的闻思修慧的，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听到佛陀的教法，所以由于那个缘故，住在那里有情，又能够做福业，又能够听到佛法啊，所以叫做吉祥啊。他说吉祥的原因有38个吉祥，吉祥经里面这是其中一个吉祥。好，我们这样的对照就可以知道，如果你不跳出看别的经的注释，他就写的就那么多。不过后面还有一些理论也很好吧，他只是说呢，有四宗弟子存在的就适合，这个是一个重点。有四宗弟子之后呢，这地方呢，居士们可以去共生，出家众们呢就可以说法，又可以去禅修带动，就是有正法住在的一个地方，有修福又有修慧的地方。然后再看一直善事，萨普里萨瓦萨耶。瓦萨亚就是依止，这个依止啊，就是一直亲近结交于佛陀等诸善士，不是国王等。各位要知道，王有很多种，佛陀是法王啊，所以不是去亲近国王。如果用现在的语来看的话呢，就是少去亲近那些政治人物。政客啊，政客跟政治家还是有差别的。这些政治人物讲话的东西，有时候不太能相信的、啊，变来变去的。而且呢，前一阵子也发现，我脸书上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修尼玛巴的西藏尼玛巴红教系统，然后我有个莲友呢，脸书的朋友，就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呢，常常谈佛法，但是前几个月忽然开始谈台湾的选举啊，谈韩国瑜啊，谈蔡英文啊，谈谈下呢，他这个脸书主要是谈宗教、谈佛法，谈尤其特别是谈他们宁玛巴的，结果他的脸书的朋友也是宁玛巴的系统，可是很明显这个脸友啊是站在是蓝的。可另外一个莲友是绿的，就开始在他的莲书上面跟他吵架，这吵架就骂架，骂到最后呢，这个莲友的版主就说："我要跟你断绝来往。”然后就说对方就说："断就断了，我也不稀罕你这个。”谈佛法谈谈下哈，谈法王不谈，谈国王去了，谈的政治人物去了，结果就吵架了哈。我最近认识一些朋友也喜欢谈政治啊，佛教其实是需要关心政治的，不过呢，
要适当的场合跟对象哦。有一些人他已经是很深刻有自己看法的了，你不容易动他，而且呢立场不同。我们都是朋友，在家出家之间都是因为佛陀的缘，我们拉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缘是很广的，我们下班有一些人工作，他就跟另外的缘在一起，政治与政治的倾向，工作与工作倾向，艺术与爱好的倾向。有人喝咖啡，有人喝茶，有人喜欢这种车子，又喜欢那种车子，不是因为佛教徒就大家的思想就一致的，一致是可能比较接近，是佛教的思想上比较接近，是同样在佛陀的座下，但是其他的看法未必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打蛇随棍上，借着宗教强迫别人也跟我主教一致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我们一指啊，阿瓦萨耶萨普里斯瓦萨耶，就是萨普里斯阿瓦萨耶，就是呢翻成一指，塞瓦呢就是亲见，巴贾呢就是结交，跟他往来，让他去见，亲近跟结交还包括侍奉啊，就是照顾这些。所以呢，我们一指呢是以佛陀等诸善知识，佛陀等是包括佛陀咯，也包括四果的这些阿罗汉啊，也包括阿那含圣者啊、斯陀含圣者啊、须陀含圣者啊，也包括精通三藏的、精通一藏的、精通止观呐、精通某一些经论呐、等等等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善知识，而不只是去亲见这些国王。因为亲近国王得到的利益跟亲近法王得到的利益是两回事的，不是说政治人物就一定不好，但是你要去知道说你是学佛啊，你要亲近的是法王，不是国王啊。哈，好，这个接下来就是这个自正自愿，就为自己啊设置定下正确的志愿，你要为自己设定目标。自正自愿就是你设定啊，你要设置跟定下一个的目标，当然不止一个，也可以两个三个，而且要正确哦，你要设置它，这个有未来的意思啊，有未来。居住呢是居住一个地方，一直某个地方是你的现在，定下志愿是你的未来哦。所以如果你以前啊，他说是没有性的，无性，性界文舍会都没有办法建立的人啊，等就是指举其中一个例子，你没有性，无性者，叫舍断那无性，确立于有性。戒以前是没有持戒，现在就舍断那无戒，变成有戒。这个啊很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跟努力的目标啊，你看这边呢、啊，一样有提到啊。那他这个在吉祥经注里面，他说，如果你以前呢、啊、没有戒，甚至有坏戒、恶戒，其实这个恶戒、坏戒啊，入习了，以前的反恶戒其实是坏习惯，习了是习惯意啊，是习惯，所以疏习呢是好习惯。入习了是坏习惯、不良习惯，所以当我们要自正自愿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懂得审查，审查制跟我们学习忏悔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包括我们现在做一个学生也好，我知道我的英文不好，我审查到我英文不好，我就立定目标，这三年后英文要加强。我的字写得很丑，我审查到我的字写出来板书很丑，我立定志向，我跟别人学习，看周遭哪里有人板书自己写得很漂亮的、很好看、很庄严的，我跟他学习。那我发现我审查到我讲话的那语气很冲啊，容易伤到别人啊，讲话啊恶言相向啊，讲话得理不饶人啊，可能我从小到大不管是家庭还是周遭影响到我这习惯。我学佛，我透过审查制，我观察到我自己这个坏习惯，所以我就确立我的戒德，就是疏习了好习惯。我确立我的好习惯，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审查自己过去如何，然后立定目标，展望未来如何。这个就是自正自愿的一个定义啊。
所以跟这边的就是说这个了啊，你看呢、啊，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如果以前如何如何，明白吗？这个等啊，就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无性等或者写性等啊等等哈、啊，你做这个审查，一个呢审查自己过去到现在身上有什么缺点，那我要舍断这个缺点，那我要建立新的优点啊。所以你要建立新的优点，你一定要懂得亲近善知识了。那你就要如何去亲近善知识身上去学习。善知识身上除了人呐、啊，还有佛书啊、经论都很多好东西呀、啊。当然，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可以碰到活生生的人作为你学习的楷模，那感动跟震撼性会一般比文字来说，有一些人感觉更强大。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讲话，很温柔，然后懂得婉转，还有这个人办事过程中，他不急躁，他遇到境界来，他怎么处理？哎，我以前没有这个经验，我审查到我缺乏这方面，我审查到我身心缺少什么，然后呢，我立下目标，而且不单只缺少，我还多了一些不好的习惯，那我就要懂得改变它，然后立下一个目标。所以对照于这边来看，你看就很广了。无性的就要确立有性成就，那很吝啬的人啊，吝啬呢，谦吝呢，就是啊，不肯做施舍。那施舍是别人跑到面前，主动找到你需要，你才愿意施舍。对峙这种谦吝啊，就我们要发正自愿了哈，自己要发正，我愿意学习做布施。像在《善身经》中，佛陀鼓励在家人啊，把每一次收到的钱，比如说一个月收到多少钱，你收入有多少，分成多少等份，比如说多少8仙，一部分呢是养家的，一部分投资的，一部分储蓄的，一部分怎么样呢？拿去回馈社会，去做布施啊。佛陀是鼓励这样做的。这一点，我们佛教徒啊，可能不像基督教、天主教，有些听说每个月要捐出15%给教会，他们就是每个月固定捐多少出去，15%，有些人捐更多，有些大公司啊，会每年盈利有多少，会捐个20%、15%、20%出去给慈善单位、给宗教单位，大到一个团体，包括个人都应该这样养成一个习惯。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它变一个塑习业好习惯，是众业接下来那个塑习业习惯业，变成常常去做。我们忏悔其实跟这个正愿有关系的哇，我们发愿也有关系的，因为只是忏悔不够，你也有发个愿呢、啊。比如说，我常常以前呢、啊、很粗心大意，常常会杀生啊，我现在不杀生，那我还要去护生，对不对？那以前我很坚定啊。我现在坚不坚定了？我现在去学习做布施，以此类推。还有以前我这个智慧不高啊，听不明白啊，那我就要去请教善知识，怎么听经，怎么看经论，然后增长我的智慧。我觉得我以前愚痴重啊，我现在增长智慧。我以前觉得自己的正念很弱啊，心很散乱啊，对不对？我就培养我的正念。那我觉得以前很松懈啊，很放逸啊。我如何加强我的精进等等，所以信心念定慧等或者信戒闻舍会等，都可以成为我们审查的内容的，然后再进一步学习自己如何改善。不止在学佛，其实世间很多学问啊，很多手艺啊，都是一样的啊。我看别人有什么优点，我从中就要学习，就多观摩多学习。这为什么？你多观摩要多看好的作品。学书法的人，不要常常看一些哈、啊、走火入魔的作品，看多你也走火入魔。哎，任何一样的，你眼睛常常看，你就吸收到一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吸收。所以以前有人说啊，学书法刚开始的前面3年5年，多看前辈好作品，千万不要随便去看那些不好的走火入魔的作品。3年后你就走火入魔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吸收到，不小心吸收到一些东西。好。素以作福，就是过去呢已经聚集于善者。你在过去生以前呢、啊，过去世也可能哈、啊，过去了哈、啊。这边过去可以指啊，过去生比较明显。
因为从内容看是比他过去生就已经有修福了，所以这事呢，在这里的量是一种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你习已经作福呢，就有一定的一种基准的量，这个量呢就一种标准。这个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当时特别他说你修福作善啊，他指你要一自相应心哦。那你因为一自相应心，看到吗？你啊那三八月的几点呢？由于或者一或者于自相应心，然后的以作善业，由于过去生中啊或者过去啊以自相应心的以作善业，以那个善呢就会第一会导引那个人呢、啊、在合适处。所以你会居住安适处，是因为你的过去的业善业，而且这个善业注意自相应，因为自相应会引导你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有四众弟子的地方。因为你过去有自相应，你现在也会有自相应，你的有分心，你的果报心中啊，它会引导你的塑形心产生呢自相应的同样的作用，它那种等流性让你去抉择，导引你有助于那个人去到合适处。第二，由于过去以积极的善，而且是以自相应心的一座善业，那个善呢会使你跟善事亲近，因为你有自相应心过去的业，你现在带着等流性的习惯性啊跟果啊，你会去亲近善知识的。你知道纵使亲近善知识过程中是辛苦的，包括你去那个地方可能不一定会很享受，但是那个地方会让你增长道业的，你会去那个居住安适处，而且呢你会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这个在吉祥经中啊，就是远离愚痴人亲近智慧者的第一个颂文。所以呢，因为你的过去生的自相应心的善业呢，那个善业会引导你死与善事亲近，它不是个命中注定，大家记得，不是你过去做了这样，今生就自动会这样，不是的。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过去做了这个善业，自相应的善业，变成你的有分心或者业的等流性，那你今生呢，也是会激发自相应的善业，然后去选择，不然它不会无端端跑过去的。你今生会去选择一个适合安适处的地方。难道你现在没有升起自相应心吗？你可能升起很多次呢。然后呢，你会去亲近这善知识，也是过去生的业影响你，可是现在你也会升起自相应心来抉择，你要亲近哪个善知识啊？对不对？还有过去自相应心的这个已作业呢，这个业呢也会影响你啊，这个善业，使那人呢自己设定、设置下一个正确的志愿。你会发一个自证愿，你发自证愿的时候本身就是塑形心，塑形心本身就自相应心，所以当你拣择选择去安适处是自相应心，但是这个自相应心是等流性，是过去生中自相应心影响到的，今生也肯定有自相应的，你才会选择安适处、合适处，也是过去的自相应的业产生，所以今生你也产生自相应的心，会去亲近善知识，甚至会发自正愿，你会发正愿，自己会设这个正愿，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自相应心，不会出现正确的三个字，这个正确一定是自相应产生的。而且你看，合适的、善的、正确的这些关键字，没有自相应，不可能可以产生。自相应就是择法觉知啊。然后告诉各位，按语这边说跟佛心论相似的定义，就是传说天经论师造了佛心论啊，他在后面讲天人四轮说也提到这一点，他说这四个轮里面啊，过去已做的善业，就是习所作福业，这素已作福业啊，他说这四个当中这个最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过去所作福业的话，今生其他三个难以成就。这个我们讲到佛心论的时候，可以引导大家再对照，我们再回来看这一段，就看到呢，北印度的注释也有这一段注释，这个注释跟
觉因的注释书的看法很相似，就是四个当中呢，这个被认为很重要。那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因为过去服业的关系，所以它引导你去合适处，会使你跟善事去亲近，会使这个人呢去设置他的政治愿。你看一看，没有这样的过去的这种业的影响力，不容易会发起啊这种志愿啊。这个志愿并不是说我现在赚多少钱呢、啊，我变成美女俊男的志愿呢、啊，我要用哪个化妆品啊，买哪个包包啊，名牌包包，不是这个，我去哪里旅行，不是，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啊，你的志愿是跟修道有关系的，改坏习惯有关系的，建立好习惯有关系的，增长菩提分有关系，增长福业有关系，增长智慧有关系的，它不是一个放逸法。好，再接下来，福已作就已经作福了，积他转来乐，就是那个人呢、啊、转来的意思呢，阿地瓦达地。就是在什么上面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快乐，看到吗？因为你有修的话呢，这些快乐呢，就会转到你的身上来了，就产生这样的结果。快乐，还有散布，有覆盖的意思。然后我们看一看，对照一下《吉祥经》说"习所作福"，也这边也可以知道"习所作福"说啊，这边说。有些人在过去生啊，过去在佛跟辟支佛或者漏尽者阿罗汉的地方，已经开始精勤的累积善法。我们也有可能啊，包括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共修会的成员们，大家都有可能你是过去生中就已经有累积开始修行的了，甚至在过去生中面对面看过佛、辟支佛。或者只在佛的弟子面前听过四个偈颂，你看哈，这些人有过去生中有修过福的人啊，他可以在佛的佛弟子面前讲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在完结处呢，就是一个四句偈呢，一个偈有四句，四句就是完结处啊，在还没讲完，可能在第四句中还没讲完，第三、第四句中，他闻法就能证果。才提到证到阿罗汉，哇，这根基很高哈、啊。各位知道，在经典中啊，不管巴利圣典乃至北传的阿含经啊，很多很多几十部经啊，可以证明闻法证果，并没提到他们修止观，这个是个事实。当然，主张一定要修止观的，就会说你怎么知道经典只是略说，对不对？那可是支持的人就说。经典没说他去修止观呢、啊，只是说他闻法。不过注释书有协调这个问题，他说这些人都是习所作福业，就是过去生中有做过福了，他们的福报真的是闻法就能证果。那闻法证出果，闻法证阿罗汉，巴利圣典跟汉译的阿含经都可以找到。不过闻法证出果倒是普遍的。那有一些呢，还有看到说闻法之后证到出果，可是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那佛陀就说你要修止观，加强止观，这个的确是有。不过你也可以找到闻法证阿罗汉也有啊，你也可以找到。那你看下面还有提到，这些人啊是过去生的，是善根增胜者，乌萨就曼努萨那个乌萨就这个字增胜，这乌萨的意思是善根已经充满溢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多少有善根呐、啊，像一桶水。有些人善根呢是快满一桶水了，有些人满出来了，有点是半桶水哦，有一些人只有一点水，对不对？善根像桶水里面的量一样，所以这个人呢、啊，一闻法能证果这样的人，他说是善根增生的，是已经快满出来的人，看到吗？溢出来了，各位你们的溢出来了没有？没有啊，哈，一半桶水有没有？有啊，那还不错啊。所以你都是已作真上者，看到吗？这已作真上者呢，在律戒律 Vinaya 的疏钞里面，我有去查哈、哦。他说这个作真上者，特别指这种人，在过去佛啊的时期已经修持福业，他像片手的红莲花一样，
所以他只要修福业片手之后，他依这个善根，然后再加上 Vipassana 升起，就得漏尽。就像 Mahakapino 的国王跟王后，这个注释呢，你们可以看《清净道论》讲神通品，讲隐藏隐形神通那边就出现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是他来到之前佛陀用神通啊，佛陀用隐藏神通过几次，在初期为亚萨说法完之后呢，亚萨的父亲不是来找亚萨吗？找耶舍吗？佛陀就用隐藏神通把亚萨隐藏起来，其实亚萨在旁边，但是爸爸来看不见他。同样的，佛陀呢用神通啊走在很快的前面，为这个国王啊 Mahakapino 说法，让他正果。让他正果之后呢，接着呢他的王后啊那些来到这边跟一些宫女啊在找国王，那佛陀就用神通也把 Mahakapino 国王呢隐藏起来，为王后啊宫女说完法之后再让国王出现。这个手法跟度亚萨手法是很类似，而且都是说法而已，没有提到他们在修止观哦，正出果的、二果的、三果的、四果的，而且很多人数非常的多。这个都是提到说这些人啊，你看他没有提到修止哦，看到吗？他有这个善根之后呢，可能在说法的时候引发他的 Vipassana 就正果了哈、哦。这不可否定的哈，因为从时间看很短啊，不太可能那个时候去教他怎么样修片场啊、班念，应该在这边注释来可以得到支持配合经典的，就是过去善根，因为修持辅业，他的善根成熟了，不过他正果还是要靠毗婆舍那，但是毗婆舍那呢，可能他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呢，作为关照就正果是有可能的哈。众生的根器太多种。这个典故大家可以看《金经道论》。好，住的部分呢，搭配这个吉祥经，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那下一讲呢，就跟大家介绍疏钞，因为疏钞里面有些很精彩的，讲到轮啊，有木的轮，有宝的轮，有法轮，有威仪路轮，有成就轮。这里讲了四轮。这个四天人四轮是指成就轮，那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讲解。这个是疏钞的部分 ，Tika 的部分，我们做回向啊，大家心中这样意念，今天啊听闻到佛陀开示天人四轮的经典是那么的难得，那么可贵，因为我们也具备这样好的一手果报身。我们也能够住在安适处啊，适当处有四众弟子的地方，也有亲近到三宝有善知识的地方，我们才能听闻到佛法啊。我们自己的果报也很好，没有聋哑残障等等，所以我们能够闻法，自己的善根具备，当然要感谢自己的过去生，要感谢父母，感谢兄弟姐妹，感谢所有的善知识。我们也感谢护持基金禅社，让出家众能够无忧无虑，能够安行办道，然后每个星期六的共修会的所有护法，包括网络共修会的所有前前后后的一些义工们，那大家把功德回向给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众生啊，还有帮助过自己的所有的众生。萨佩萨塔阿维拉洪图阿毗阿巴迦吽图阿尼迦吽图苏毗阿达南帕瑞哈兰图萨杜萨杜萨杜